不过过不到，是我骂一次。阿叔讲的着，上网听过，大部分我能过，过年遇见人特别看吃苦，特别看狗日狗，是东华的杨太郎，还是个错别的阿个讲过。是呢，你是给了业务越细些越干净，这是遇见两万人给你啥在才是，这是上级无论是日子去百几六月洗外外级。第二是该来母婴年龄最强的洗外外级资源，你你一要给几类可以预救找上级出你，你还可以出次西多哈，出别还可以奖励。个两年一给找预救，第二预救是治百牛人往后错一语，或成些年往后错一语，往年预救伙计取之去留。给你个节目，我你找两岁两岁要给几？要给几？你你一给类可以预救，咋个上级在补你？无上级给强制机制户籍做出贡献，在半年以后，给娃子举动立刻喷布多年的上级找到非受机制多种的预救，无预救的户籍取之去类。你觉得回来投资最打动你和最让你想回来的原因是什么？本身这个温州这个名片就很响，我们是选择呢把这些东西带到温州，再把我们温州好的东西，把我们温州的这张名片，我们的这个欧越文化传播出去，把它流通起来。只有流通起来才能体现这个文化的价值。2013年受宇宙联邦八大国际的选秀，宇宙江牛人物买给连改文化参与文物，宇宙是资本牛人文化错一语或呈现你文化错一语修给了陆地客户。经过两年多来的客户建设，连改文化创意园的扩股价值超过两成吧。今年的三月二日，物资不干年的自家的宇宙市第一家奥运文化艺术品博览会是江牛城第一笔记区。这个博览会呢，修改的资本牛人文化创意园的隆重开幕。我们这个珠宝玉石文化创意园呢，是主要以这个古玩、字画、玉石、珠宝，还有黄金，还有一些古董，还有一些呢是我们当地的这个，就是欧窑、欧塑、欧绣，还有我们的这个龙泉的青瓷，还有福建的寿山，还有我们青田的这个石雕工艺文化等等。我建这个交易市场呢，就是说，要把温州的这个好的精品的和我们外来的精品的集中到一个地方，既能体现我们当地的这个文化，也能为我们的将来的旅游啊，包括我们的非物业啊，提高一个层次。为什么也要想到在珠宝玉石的项目旁边再做另外这样一个关于青少年文化创意的项目呢？珠宝玉石呢，它是一个比较冷的行业啊，你想要把一个市场做起来，那你就需要一个比较热的相互搭配，然后以人气带动你的这个商气。再一个呢，我们打造这个青少年文化创意园的目的，我们温州有一张金名片，就是我们那个永嘉，它是叫玩具之都，就是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资源和条件。这么大的一个叫玩具之都，它也没有一个综合的娱乐的，能够正儿八经能体现我们的这种这个叫玩具的这种文化。我们准备呢要在我们青少年这个里面呢增加一些我们温州的这个海洋文化，我们要打造一个这个以教育、这个科普还有这个叫玩为主题，包括这个亲子互动啊，还有一些专业技能的一些培训机构，然后把这些呢这个打造一个综合体。要改进给日宇宙联网能要塞充满冷冻打斗抗拳你你一给徐扎找了的上级修一个能写给嘎比塔多本修高口给布袋协务多种给一个打斗的举动无布袋各本的协务打来比雷。当时听说您在部队里面还做起了小生意。原来部队上是没有这个商店的，我发现呢觉得每个星期大家都是出去在外面这个集市上，跑步十来公里到一个小村庄小县城到那里去采购。我们就想了在部队能搞一个商店，把这个
外面集市上的一些货物啊采进回来，在部队上进行销售，啊，那时候呢就开始这个做了一个小生意。嗯，部队里的三江回次去，有该几个观察类和正门的细腻都呢，有此以后啊，有该几个门生学部队里有聚开的吧，给学部队里有次西西次西的吧，冷得你自己让难过，弟弟能预备给五杂部队的几代工作。连了冷三年，有该几年有部队太阳以后呢，一笔让父母就一脚或此学屋里做八公赛的提娃语，一早上级户籍。回到新疆你做什么工作呢？刚开始的时候呢是被部队返聘回去的，嗯，继续在那里管部队的酒店，嗯，继续在那里做服务，嗯，也就是一个接待工作，嗯，但是在这同时呢，因为我已经身份已经变了，已经是一个老百姓了，不再是这个军人了，嗯，所以呢我们在那里呢就开始把我们温州的特产，当时我们的这个节具温州做得比较好，比较出名，嗯，把我们温州的节具批发过去，在新疆进行销售。嗯，因为新疆呢是中亚五国一个枢纽中心，只要是能卖的这些工艺产品，包括我们这个节具啊，包括我们的服装啊、鞋帽啊，因为这个出口那时候很火爆。嗯，因为周边的这中亚五国呢，它是没有轻工产业，都是重工业。啊，轻工这些产业呢，他们都是要到我们中国和周边的国家去采购。嗯，所以说呢，当时我们就开始做起了这个节具生意。用线绣节具，用线飞脚过热，这娃们在的客户农产品和中亚热，经过多年的叠喷啊，有该几年总算本事的能力取去一发皮的吧。给错把上级设置体力控制公司，整理上级吆喝牛毛老牛次日记。连人营业里有该季由上级接续养殖，切过一把一种啊。连人也连年给大人上级百级六喜来修农产师，激励百级喜来抢工艺鱼，把修上级自制四点与九七年不列嘎。这个连盖王湖翠鱼已将海流这个蛇连人也露你王湖差你脚底我母一直给你在你王鱼宫是你过修上级给发钥匙给差你拜个给你已将被公主脚上一本御酒吧给你上御酒运动服雷和日一日你去上对江宁人电热人掌中局部顾惜奥运和给缺考进来去走用怕上火喝王老吉坚持纯正经典配方，层层精选，优质三花三草。怕上火就喝王老，怕上火认准正宗王老吉。来历排油，减肥减肥排油，来历排油看得见，减肥真体验。排油减肥只是随餐一粒，来历 Larry。这个夏天无心无事，有吃有喝就是王老吉。王老吉超级美味送我们州最够味美食，喝冰爽凉茶，摇大吉红包，尝舌尖美味，见吉免单，玩美食游戏讨吉祥好彩。浙江二套潮起钱江台，联动温州经济科教频道、台州新闻综合频道，王老吉超级美味系列活动五月一日起邀您舌战浙江。宝宝醒来开心，因为新邦宝适带来精致睡眠，它有神奇锁水珠珠锁住整晚尿湿，干爽长达12小时。邦宝适。今天这个上网，我已经将到湖南国永和富裕我提过这，哎，所以就不得要跟人家用的这张家上将给需要个车牌地里要记车牌主家给你这车牌搞不了个车子我提啊得记一把嘛各种事是说费力得起码跟你去直接找了的给一个车牌地里工作人员正在库在是主家一记车牌而库在中了一把嘛发的主家车牌的是给个同事叫女子给你挠一把给把弟弟呢用袖子爬路给一记爸妈的车牌500的、1000的，这个都是那个很常见的。就是100万的话，确实蛮少见的。爸妈都几个车牌，是哪位还能救家呢？是你能让俘虏上当过呢？
催配的工作人员说，如意呢正好是九女士多吧。遥控的黑屋呢，给次呀可非催配给用的，要去催配呢，拿预部搞去。就把这边给刮开了，然后这个数字下面就是一百万。女的啊，一起催配呢，要三脚互动的带起火色，噶只要一脚呢碰到搞去。概念是一脚六十五贴子的钥匙，手指高了可以要呢，噶这件手指早已给不。谁知让你急呢，又是叫你急。第一步不是一吗？然后呢，零一一百万元，这就看出来了。给几老高开的车票呢，有人还加了垃圾桶的我。只这回呀，人的日观呢，把账是遥控那呼吸。有人来怕上网的古人多讲啊，江头紫露露，人的样江。要给奥先把连起车票，高开一记以后呢，有准备堵路高的吧？有中吗？哎，没中。啊？二十的，嗯，二十九就是十块钱。这姿势都自赢啊，张中了再给发的。自然呢，过脚的车票呢，都写呢，我外区老老能几个人说，不是车票当中呢，又是各帮有老虎一。没中能呢，中的话就对。当我给车票的得是九你能开，给脚呢还拉我给中几车票，即将得要给你能呢。九女士车票酒家吧，得一把麻发的，给来日鬼是写西写女过来的提等那个狮子西狮子，哎，你过哪个日鬼狮子啊？完美耶，狮子个日鬼娃呀喂，我你记录这次上了。酒家一把麻的车票，多把个九女士呢，走出一个大姑娘修得的举动，给些木易利益车票的质量股被车票还被能挖，白姑娘当我的车票涨多少张质量股呢？这个彩票就只卖给他。所以就知道了呀。二百零年，直接让家多年一把的九女士，没啥想法，没哈分概率的很多。谁让我挂？哎呦，我估计是我得吃回本嘞。九女士可只结果，给你一张被车票还质量股娃吧。日前呢，给国家囊走呢，雷索多疑。噶是这一卖，六日的交房呢，上墙和写过九次。女方要给车门图片两码车票，中了六百码，结果呢还被囊没人我，等囊家完美之类。连龙岩四年，苏九年阿张江湖山谷六日的日购，日蒙县长买个车票中机，结果呢，人机那个湖山一万八。然后他就告诉我，就是别人已经在我之前先把彩票就是兑换掉。县长话呢，只是对中机车票的解析获取，第二幕捞取我，结果呢，上外还能没人我。给连龙车票呢，我还可以让得质量股。刚阿姨给这些车票呢？这个应该翻倍不拉发一吧，因为一个是不记名的嘛，那谁比上人谁还去兑奖的一个，那谁觉得车票拿了谁都那得考虑去兑奖噻。车票的质量股，各朋友晓得要哪个日股，但我车票是胡子蒙的，每带一把嘛，脚下真的要能上动。人嘛都有点私心的，单据了解的情况下，我会把那笔钱拿着作为自己的。日蒙古都多那呀，张姐错票员啊，脚何来动伤？噶酒家车票的九女士呢？你修在呢啊，彭富哥，一年中300块左右吧。一把嘛，加够啥给你想要那么多错票？长期是一辈子的工资修在。那个么子不是熬个胃，我管努了还要发恶心的。给你个三万过来，你来养养，还有个细数，还有个纪念。徐江大姑娘爹也是这几句把下过三万。徐江大姑娘当了冬天末，成了个寂寞日本，我呢忙接这位。